求你一定要救救他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无能为力。你们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你们别过来，不要过来。老公，老公，你怎么了？我看到了好多动物向我索命啊，恐怕我活不了多久了。当天晚上，苏忍清就昏死了过去，他的元神来到了冥府。啊，阎王，难道我已经死了？苏忍清，你因前世行善积福，今生富有多财，竟然不知珍惜福德，为满足一时口腹之欲，任意杀害众生不可计数，所以今天就捡你的福禄，将你判入地狱，爬刀山，下油锅，偿还自己所造的恶业吧。阎王饶命，阎王饶命啊。你一生作恶，我怎么能饶你呢？阎王，我也曾经做过善事啊。生前我曾经捐钱请一卷佛经供养安国寺的神净和尚，看在这件事的情分上，求阎王饶了我吧。真的有这件事吗？千真万确，我不敢说谎，求阎王您饶了我吧。就在这时，阎罗殿里突然充满了花雨奇香，空中便缓缓降下一位和尚，足踏千叶莲花，双手捧着一本经书来到阎王面前。请问您是谁？为什么来到我的阎罗殿？我就是神净和尚，我因念诵苏仁清大德所送的这卷佛经，不断地学习佛法，最后圆满正果，所以请阎王慈悲放他返阳，也让他有机会改过行善。阎王，请您念在我做过这件善事的情分上，就饶了我吧。苏仁清，你能供养佛经，从而让神净和尚圆满正果，这功德实在不小。阎王，只要您这次饶了我，我回去以后一定痛改前非，必定行善积德，广作善业。你的这件功德已经消除了罪业，而且还为你增寿50年。你回去吧，回去之后一定要广行放生护生，忏悔前过。我一定会听您的话的，谢谢阎王。老公，你终于醒了，刚刚那真的吓死我了。我刚才差点死去，就是因为曾经供养一本佛经给修行人，为其修行提供了方便的条件，所以不仅罪业被消除了，而且还增寿50年，我可真是幸运啊。那从今往后，我们一定要多做善事啊。从那以后，因供养佛经的功德而获得新生的苏仁清，真诚地悔过从善，广修功德。真是不可思议，自从苏兄大病一场之后，他竟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整天都在做善事。苏兄现在是彻底相信了因果不虚，丝毫不爽啊。不久后的某一天晚上，努力广修功德的苏仁清梦见了自己死去的父亲。啊，父亲。儿子啊，我因生前作恶多端，常为满足口腹之欲而杀生无数，死后堕入地狱受无量苦。由于你印施佛经、放生护生等善行的功德，我现已超生，并且福德责备子孙后代。行善积德，功德无量，看来这句话一点都不假。春阳普照大地，洒落一地的银白，
微风徐徐拂过树梢，带来盎然生机。越过幽闭小径后，放眼望去，便是静谧又安详的梅山护生园。位于嘉义县民风朴实的梅山乡，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，占地面积约十甲的土地上，林木葱郁，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，滋养着许多物命。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，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内，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，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。当欲往围栏接近，狗儿们就愈加热情，此起彼落的叫声好比狗儿们的欢迎问候声，从四面八方传来。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，每只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，无不烙印在脑海里，令人难以忘怀。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，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，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。珍惜这难得的喜悦，愿此回忆长存彼此心间。梅山护生园中不同种类的牛群们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，像是黄牛、耕牛、水牛、乳牛等，到了园内唯一的牛区里，有的牛儿张口大啖牧草、玉米、谷物等素食饲料，有的嘴里纺出食物，有的做牛谋生。被牛儿舔舐手部的同时，与之四目相交，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，欢迎着我们的到来。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，并维持园区的运作，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，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，秉持着佛陀的教法，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，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，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，并且永续经营梅山护生园，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。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，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。护持账号：42138483，42138483，户名：中华护生协会。跳个不停代表什么？需要担心吗？你要问道教，他会给你讲一套。你要问我，我讲你别跌兮兮了。
啊，就没别人说，点个眼药水吧，困个饱哎。我都是这样，我也会跳，左边跳，我就在外面右边左边试试，右边跳我到右边试试。那我就习惯，也不会怎么样，因为转为盗用，我刚才讲了，转境界为盗用嘛，你做什么都没关系啊。左边跳，左边点灯；右边跳，右边点灯；左边跳拜左边的佛，右边跳拜右边的佛，佛力加持嘛。因为你认为跳是不好，有些人说有哪一边好，哪一个不好，我都搞不清楚啊。但是都把它转为修行的助缘就好了啊。所以需要担心吗？不需要担心，需要去慈悲啊，慈悲无障碍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让生活慈悲，让心更自由。